你和你男朋友还好吧？他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都已经一个月联系不上了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也勉强不来。我怀孕了。我知道你怀孕了，我还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你怎么会有这个照片？你跟着我。我还有一张照片要给你看。你是？我就是陈家桥的妻子。你们两个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陈家桥他认识我的时候他就说他不爱他老婆，他是要离婚的。你自己管不住老公，你跟踪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会怕你是不是？破坏别人家庭，拆散别人婚姻，你还有理了？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又是什么人啊？你明明知道我跟家桥在一起，还故意接近我，假惺惺的对我好，还教我做菜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我是不会离开家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太天真了。陈家桥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跟我离婚。不可能。人呢？你让他自己跟我说。他快被你毒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接近你，为什么要教你做菜吗？还记得我给你那篇食谱吧？我让你做了羊排，就会配上西花莲子羹，这两个相配就会伤他的元气。我让你做那脑花芹菜，再配上花生乌鸡炖参汤，这就会伤他的肾气。还有啊，他不是特别喜欢吃海鲜吗？我让你给他吃了大量的维 C。耳热相配就会产生砒霜，马上就要把他害死了。这些都是你设计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？我恶毒？我把一切都给了他。你也是个女人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我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欺骗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你就是个疯子，我们才是真爱。他爱的是我。好啊，那就让陈家娇出来告诉你，他到底爱不爱。小心啊，不要碰到。你干什么绑着他呀？只有这样家乔才不会离开我，一步都不会离开我。家乔，他说你爱他，那你告诉他你到底爱不爱他。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跟他就是玩玩，我爱的是你。听见了吗？家乔，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，你都是被他逼的。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走。Coco，我跟你就是玩玩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快走吧。李春燕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你信不信我报警？哎呦，这个小盒子。我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打开。燕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燕子，看看吧。这里面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情人，
每一张照片之后都写了他的感受。哎，要不要我帮你念念啊？恋爱为什么不能让女人知足？女人怎么都一样，最后都要结婚呢？可他们就是不知道结婚和恋爱是两回事。Coco 要我去见他父母，这张是写给你的。看来我只有离开他了，但我又想让他记住我，那就是送他一套房子吧，到时候谁也不欠谁的了。 Amy 虽然长相一般，都没有要求过我。别念了，你们都是疯子。陈佳佳，你